先坐下，坐下，慢慢说。哎呦，亲家，您可别这样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啊？我一点也不明白。您起来，坐下，慢慢说。来，坐下，坐下，慢慢说。 我的家产呐，一宿的功夫全没了，都给没收了。说是低微财产就没收，我呀一点辙都没有啊，只有投靠亲家这儿来了。您别哭，您别哭了，您这一哭啊，我这心也跟着乱。别着急。 您呐，待会儿啊，先洗一洗，吃点东西。您就在您上次来住过那个西偏院安置下来。占太他们小两口子也住在那儿。行啊，行，只要有个房顶的就能遮风避雨的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了，谢谢。亲家，您可别这样。 端点下酒的菜儿来呀！你眼前不就是吗？嘛玩意儿，就这几个大果仁儿，这不还有疙瘩头吗？这菜怎么能下酒呢？你怎么着，起码也得给我端点小酥鱼儿啊、卤虾嘛的来呀！那些都得用钱。再者说了，北平啊，没这些吃食。你说的是嘛呀？我来北京，吃的是谁？ 吃的就是儿子媳妇儿，不对。对对对，明儿早晨我给您预备。哎，你们今儿早点都吃嘛？以前是大厨房做什么我们吃什么，后来就是顺玲说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。我要是起不来就不吃了。我可不能吃这早点啊！ 今儿早晨，顺玲他妈给我吃那是嘛玩意儿，跟泔水一样，连咱家的狗啊都不吃。啊、您说的，这是北平人爱喝的豆汁儿，是吧？您要是不爱喝，您说您要吃什么？这早点呐，就得吃油炸滚儿，喝豆腐浆子，要不再来点嘎巴菜。嘎巴菜北平人没有，要不这么着吧，见天儿我早起，我给您买去。嗯，这还差不离儿。哎，你还没学会抽烟？顺玲不让。嘛玩意儿？她不让，你就这么甘心受她管着？告诉你不行啊，她可管不了我。一天一包哈德门，你给我备着啊。是是是。 这酒怎么不是味儿呢？这嘛牌子？还竹叶青呢？怎么都变味儿了？您不用看，这瓶子是竹叶青，这酒没牌子，就是我从胡同口杂货店领打的。你就喝这个？我觉得挺好啊。我可不能喝这个啊。那您想喝什么呀？茅台。 当然是茅台了，汾酒也凑合着。妈，我想说句话，您老可别生气。说吧，有嘛话跟娘说，还吞吞吐吐的。不比从前了，见天的茅台不容易。嘛玩意儿？不容易，不容易才要喝。这胡死不倒呗，你懂不懂？ 不喝茅台那算骂人家。芝麻糖，芝麻糖，又甜又脆的芝麻糖。芝麻糖，芝麻糖，又甜又脆的芝麻糖。芝麻糖，芝麻糖，又甜又脆的芝麻糖。哎呦，好多日子没见您了。 您抓点什么药？钟乳硫磺还是我不用那些东西了。五行散我也不吃了。哦，那咱们坐一坐，咱们喝杯茶也好啊。来，坐。哎，来，杯茶。我找你们掌柜的。您找他，可不好办。怎么？ 他回亳州老家办药去了。回老家是回老家了，可不是活着回去的。就前几个月的事儿。啊，那可真不巧了。你有什么事儿，能不能跟我说说？看，嗨，就是夫人送到柜上的那个药钵和杵，我想。哦。 您是想把它收回来？您说的这个事儿，我倒是知道点儿。啊，嗯，王掌柜收回这个物件的时候，我们都看见了，跟我们说这物件起码是汉朝的物件，让我们好好保管着。准备着金家姑爷回来的时候，如果要起来，哎，我们再给人家送回去。就是说这东西还在。哎，早就走到这儿。 王掌柜一没，柜上换了人。打那以后，这东西再没露过面。啊，你帮我找找行吗？前进点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这东西就是找回来了，也换不了几个钱。您想啊，解放了，人们都忙着往前奔，老古董不值钱喽。再说了。 您不是这行的，您算计过谁？您算计过谁？要不是你带我来呀，我还真不知道武汉有这种地方。这就是老革命和新革命的区别。老革命和新革命有这方面区别吗？那当然了，新革命呢一心一意只知道革命，这眼里啊就看不着别的东西了。老革命啊就东张西望，想找个地儿坐一坐。跟我说说吧，你这次来武汉到底干什么来了？ 武汉有个汉阳钢铁厂，你知道吧？不知道。看看，这就是新革命，对身边的事儿都不知道。汉阳钢铁厂我也应该知道，为什么呀？这个铁厂啊，是清末的时候张之洞修建的，当时啊那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儿。可是现在就不够大了，新中国成立了，建设需要钢铁，你说你该不该知道？你不是放牛娃出身吗？还懂钢铁？ 主要是靠这里的干部和技术人员，他们都会教我的。单靠我啊，嘿，什么都干不成，从来都没有救世主。你不是学过吗？你就是我的救世主，没有你，我永远都走不出我们的金家大院儿。不至于吧？你姐姐是那么英勇的革命烈士，她牺牲的时候，你可能什么都不懂。 可是随着革命势力的扩大，你也会一步步的受到影响。对了，咱们在解放的时候那种情况下见面，也真是挺偶然的。我这次来呢，还有别的事儿呢，是个秘密。谁的秘密？你的秘密。我的。你见我到各大学去挑过人吧？东城区的领导呢，让我推荐一名能搞统战工作的人。 我考虑到你的背景挺适合干这个工作的，我就推荐了你。可是我在这还挺忙的呢。是吗？可是组织部门可能很快就会给你发调令了。你这个人啊，真不好。为什么？你让我不安。心了。哎呀，这不是落赔了吗？您别着急，这时势有变，咱也得。振太，怎么也不知道收拾收拾屋子。 跟住院似的，怎么住人呢？我是随遇而安，怎么着都能住。你说展太走嘛，给我听。谁听见给谁听。犟嘴啊！我说收拾屋子事儿，怎么犟嘴了？你空着手回来的？对，空着手。 没给我带礼，我不知道您住我们家来了，嘛玩意儿？你的家，我住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。再说回来，不管我住哪儿，你不该孝敬我、惦记我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儿子是你丈夫，他在哪儿我在哪儿。我太忙，没工夫想别的。妈。 我是憋的，憋的是嘛？老太太，现在您都寄人篱下了，怎么还没事找事儿啊？没错，过去您是官太太，整天吃香的喝辣的，锦衣玉食，威风八面，现在都什么世道了？也不想想自己的钱从哪剥削来的，整天没事找事儿，无事生非，瞎折腾。 老天爷呀，我可活不了了！妈，这过的何为贵？何为贵啊？三太太，三太太。 怎么了？急死忙活的。您快去瞧瞧吧，五哥哥跟王太太打起来了。哎呦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？三太太，您慢着点儿。王师傅，王师傅，哎哎，王师傅，哎哎哎，走，王师傅，哎啊，您赶紧去劝劝吧。啊，五哥哥啊，跟王太太打起来了。哎呦，亲家太太。 跟一个孩子，您还真动气呀！他一个小辈儿，都怪我没把他调教好，说话呀直来直去，没大没小的。您啊是个长辈，您就别理他得了，何必跟他计较呢？您瞧，气着自个儿，这值得吗？哼，气死我他才高兴呢！啊，家有钱的时候，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，爱怎么乐就怎么乐。 就这样，他在天津都待不住，连个孩子都不会生啊！让我们老王家绝后啊！你是不让我活呀！老天呐，金家大金国没了后了！哎呀，老张啊，哎呀，去给亲家太太呀、端水洗脸。 茂林，你跟老王说，让他给亲家太太做几个荷包蛋。瞧这闹的呀，亲家太太都没吃好饭。哎、好嘞，快去呀、啊！你跟我走，别在这气你婆婆。走。妈，我不是为了今天的事儿，我是为我自己。您没忘了吧？打小就不说了。 自从我长大了，我不想像三姐一样上大学，也不想像大姐一样在京剧上唱出个名堂，成个行家，更不想学四姐去留学学本事。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，整天吃喝玩乐，昏天黑地。加上战派，我们两个是最也无聊，形影。现在解放了，我知道不能这么活着，像行尸走肉一样。我得弄明白为什么活着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得像三姐、四姐一样，为值得的人、值得的事儿活着。 所以，我得离开这个家，我得尽力为国家做点事儿，不能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了。妈，我也舍不得您，可是我不能当寄生虫了。那你离开家了，我。 有空啊，就回来看看啊！我最不放心的是战探，他怎么办呢？我知道家里没什么积蓄了，听说我们的供给制正要改成工薪制，以后就不是每月6斤的小米津贴了，改成发薪水，伙房改成食堂。 我一个人的薪水，自己节省点，剩下的够养战太的。但是他妈没有想喝酒，我可管不了了。 哎，夫人，您上我们那边看看去。好，哎。 我今天来啊，主要是问问大伙儿啊，你们这个公私合营的事儿筹备怎么样了？筹备的差不多了，我们东家的尸骨。我告诉大家呀，现在这些盛西福，还有什么步营斋、同仁堂、稻香村，他们都准备好了，后天啊就要集体召开庆祝公私合营胜利的大会呢。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，这可是大阵势。你们说说，这些老字号都比你们有名。 有实力吧？那当然了，我们小小不言的。咱们都是小商铺啊，卖点什么针头线脑啊、点心饽饽呀、什么鞋帽袜子，这哪行啊？要进行大生产、扩大规模，就需要咱们一家一户都联合起来。你们说对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哪有你这样的啊？媳妇儿整天的在外边疯啊跑啊。 到月头也不送钱来，你是连管都管不了，你还顾得上问我吃嘛？嗯，妈，我看您这脸，胖的更厉害了。得得得，别说风凉话了。我是认真的，这么胖下去可不行。我看您这酒，我喝这酒怎么了？啊？ 心疼啊！我这才花你几个钱儿啊，你舍不得啦？妈，我是说您的身体。要不这么着，明天，我找顺儿他妈陪您上医院瞧瞧去。干嘛？上医院？告诉你，他们姐俩合伙的放了你的冤气。那老太太，我还没跟她算账去了。 好嘛，现在又找到我头上来了。你是没记性，还是怕媳妇儿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猫哭耗子，准没嘛好事儿啊！哎，今天我让你来啊，不是想听你说大道理的。那你是想让我听你说大道理啊？你别开玩笑了。 我心里有一件事儿，特别苦恼。怎么了？因为我的家庭呗。你离开你们金家大院参加革命，你们家不是挺支持的？那是我的大家庭，他们特别支持我。我是说我的小家庭，我丈夫和我婆婆。 那怎么回事？啊，你丈夫我见过，我觉得那人挺和气的，他不是在上大学吗？他们那落后啊，根本就没法说。反正跟他们说什么都没用，跟他们过不到一块儿去了。过不到一起就离婚呗，何必聚到一起受罪呢？离婚？那不行。 多让人笑话呀！现在是新社会了，早都婚姻自主了。你没看过那个刘巧儿还有小二黑结婚啊？那说的都是结婚，可离婚也是。这离婚也不是随随便便说离就离的哈。不过我想，要是把两个没有感情的人生生绑到一起过一辈子。 那也挺，你比如说我吧，是我这个老革命就离婚了。你离过婚呐？什么时候离的？啊，陕西一解放，我就回老家办了离婚手续。在我们老家紫阳，我父亲很早就给我定了一个童养媳，可是后来很快我就参军走了，就再也没有见过面。他留在家里。 解放以后，我再回去见他的时候，他就像耗子见了猫一样。你说这日子怎么过？在咱们革命队伍里，把夫妻叫做爱人，可是我们两个人坐到一起，连一句话都没得说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早早的离了婚，这样谁都不牵扯谁了，谁爱找谁就找谁。我想，对两个人可能都好。 哎，一进城啊，你们这些老革命就忙着换媳妇儿。你呀，你这一说话就打击大骗，我可没急着换媳妇啊。那不换媳妇儿，你离婚干什么？也许我跟你说了，你都不相信。我跟他离婚，是希望他能找一个他不害怕、他能真心喜欢的人。 你都不知道他怕我的样子有多可怜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当机立断，别耽误了人家。你就编吧，骗谁呀？我真的没骗你，我这个人从来不撒谎。算了算了，来吃饭。今天咱俩在一起也不是讨论我个人的问题，是吧？今天呀。 本来想和你说说我的难处，可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的事儿也用不着讨论。为什么？你傻呀！真是傻的不能再傻了。吃啊！哎呦，王夫人，您这是上哪儿啊？啊，我不去哪儿。快坐下歇歇。 您喝点茶吧。你的茶我不喝，我得喝碧螺春。那我可没有。王太太，您这是要等王二少爷？对，让他来拿我首饰换钱去。那。 五哥哥不是挣工资吗？他开几个子儿，能干嘛？够我花的吗？不是东西。王太太，您别生气，我扶您回去歇歇。老王。哎呦，三太太啊！老王，哎，丫丫见天放学啊，记得给他垫吧点什么。这些天呀，这孩子渐瘦啊。哎，邮差窝窝的，我给他预备着。三太太，我给您说点事儿。什么？我看呐，王太太不大好。你见着她了？平时她都不出院，今天她来了一趟大门道，这事儿有点特别呀。特别？怎么个特别法啊？你说是不是有点回光返照啊？你别胡说八道，你又不是名医圣手，你怎么敢断人生死啊？你不懂就别打岔。王老太太那脸啊，胖肿的厉害，太阳底下一看，一点血色都没有。俗话说，男怕穿靴，女怕戴帽。我看这。 什么呀你快点！妈，我就等你一句话了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展太，你别闷着，也说说你的意思。这离与不离啊，你一个人说了不算。这金家往上数十几代，还没听说过谁跟谁闹离婚的。你不先丢人呐，我还先丢人呢。妈，刘巧那戏您白看了呀。 街道组织学习婚姻法，你也不是没去过，都什么时代了，还说这种落后的话，你怎么当革命干部家属啊？这皇帝废后也得讲个子午卯酉吧？革命干部怎么了？革命干部就能那么随便说离就离呀？再说展太太也没什么大错呀，他不就爱喝个酒吗？你说说，现在男人有几个不喝酒的？ 你要是在外面啊看上谁，你就直说，别跟我们娘俩在这逗闷子。我看上谁了？我看上谁了？我知道，都是那王连长催的你。您说话可得有证据，可别瞎猜。妈都是过来的人了，妈什么不知道啊？我同意离婚。 离？你傻呀！离了婚，你怎么活呢？你从小就是在金家长起来的，说是我姑爷，那跟我儿子又有什么两样啊？我不知道别人，我还不知道你呀！ 就你那点本事，糊灯笼你都糊不够饭吃。哎，我怎么能眼看着你路可走呢？妈，您这话就不对了。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宽着呢，怎么会无路可走呢？只要他肯劳动，就能活下去。展太是老实人。 你这么欺负他，也不怕亏心呐？我怎么是欺负他呢？离婚是两厢情愿的事儿。再说了，离了婚，我又没让他搬走。你要是舍不得，可以认他当儿子啊，这不两全其美吗？我说你东走西切的，你想说什么啊？你说五哥哥说离就离，就这么走了？这也不是一天的事儿了。两口子都是好人呢，可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去。你有什么辙？平时看着三太太挺疼姑爷的，怎么西院大门说封就给封了？ 我说你是个瞎老头儿，你还不信？三太太就是为了心疼姑爷才把门封的。哎，就这点事儿你都看不出来，这不明白？还不明白？哎，你说，他要是真的离了婚，那王二少爷怎么活？哎，就靠他胡登楼啊？就他那手艺，怕不够吃吧？招啊！ 三太太把门封了，就是把这个房屋啊给了姑爷。那姑爷再弄上2桌房客啊，把房子再拎出去2间，这不是就有个进项了吗？哎，你咋知道？哎呀，人家娘俩在厨房说话来着，三太太那可是真疼姑爷。 熬什么呢？亚来了！哎，您伴着月儿来了啊，那这下好了，可近多了。老姐夫在家吗？在吧。顺平姑娘来了啊，看你老姐夫来了，在家吗？上姐了吧？你去吧，门锁开着呢。呀，你这鞋真漂亮啊！嗨，我这鞋哪比得上孟嫂给我五姐做那双鞋啊？那才叫棒呢！真好记性，这一晃4年了吧？嗯，哎，我过去了啊。哦，去吧。 啊，小酒素子来了，老姐夫。 呀，您瘦多了，你也一样啊。十几天没见着你了，在学校里怎么样啊？学校啊，怕我们压力太大了，就减课了。哎，不过六姐倒是老往学校给我带什么人造肉啊、小秋枣啊什么的，说是给我加强营养。嗯， 干什么呢？啊？粮票。我不要，您给我了。您吃什么呀？你放心，我有的是粮票，你可以月来拿点儿，啊，你不拿也糟践了。 你是难得的稀客，今天呐，我得请你吃顿饭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妈都准备好了，我还是回家吃吧。哎，别，咱还没好好说话呢，你可千万别急着回去啊！难得你陪我吃顿饭，喝点酒，啊？行，那我就陪您喝酒吧。哎，也没什么好吃食啊，都是家常便饭。你先坐啊。哎，你看，嘿嘿。 疙瘩头，我把它切成丝儿块片儿，淋上点花椒油。哎，这个呢，得和上点芝麻酱，嘿嘿，它味道啊就多样。花生米，花生米呀、啊、要放在铁盒子里，还得盖严喽，要不就皮了。 皮了的花生米呀、啊，没吃头。我从来不吃皮了的花生米。我也不吃皮了的花生米。哎，喝酒的人呐，都这样。王大哥，晚也没什么好吃食，喝完酒吧啊！哎呦，这是最好的吃食了，我正没辙呢。太谢谢啊，别客气。我呀，就爱喝这玉米面的菜糊糊，是吧？这东西啊，它是这个疏通血脉，是吧？调和脾胃的补品。我光会喝不会做，全靠它了。这什么事儿让你姐夫一说，这全都是学问。 这玉米面惨乎乎也成补品了。要照他这么说，咱们山东人这不是见天都喝补品了？哎，你们喝完了就放这儿，拿来吧啊！哎，得嘞，谢谢。咱们呢，喝咱们的。瞧见没有？这是花生米，哎，掰开，你看。 这个是带那小牙的吧？这大呀，就归你了。嗯，二姐夫啊，你这灯笼越糊越好看了。凑合着吧，好使就行啊。以前吧，夜里上街也打过灯笼，可是用完吧就得扔了。嗯，你说现在看看，一个一个糊起来，挺不容易的哎。嗯，感情，你呀，别小瞧这灯笼。 这里头学问大了，怎么大了？你看啊，上下为天地，周遭可算四边。用古代算学千元术来计算，能解二元高次连立方程。这六个面呢，它应六合之数，即天地四方。 老庄说“六合之外，圣人而不论”，其实啊，他把什么都包容了。嗯、哎，三杯通大道，一斗合自然呐、啊！啊！哎，老姐夫，我五姐常来吗？她倒是来过。啊，对，前几天呢。 给我送来一床棉被，让我锁柜子里了，里面三心呐。你怎么不盖啊？舍不得呀？哎，老姐夫，您还练不练功啊？我练功，那是练自己个儿。这会儿啊，外面正在大炼钢铁，凡是含有这个铁金属的东西呀，就用木头去烧。 说是炼钢，他们练的比我可热闹多了。妈，哎呀，饿死我了！怎么回来这么晚呀？不是给你们讲课了吗？其实讲课也没用，肚子照样饿。你就是那饿痨变的，吃什么也填不满。我都没敞开吃，你还说我？妈不是说你。 妈紧着你吃，可这不是有定量吗？这月没到日子，这粮食就没了。我这不是翻箱倒柜的，想找出点粮票来吗？粮票啊，我有吗？你有粮票啊？哪儿来的？我刚才上我老姐夫那儿去了，老姐夫给我30斤粮票。那你就接了啊？你把他粮票都拿来，他吃什么呀？ 他说他吃不多呀，小九素子就是本人说我正在长个儿，得多吃点，要不然对身体不好。那你谢谢他了？他说不用谢，说看见我就特别高兴了。你看这多好的人呐，光顾别人，就不管自己。哎，请问一下，金志玲住哪儿？ 就是挂帘那个门儿啊，谢谢您啊，吴姐，吴姐，丫丫，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出大事了，我能不来吗？出什么大事了？我老姐夫啊，让我给您带10斤粮票来了，给数数啊。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儿呢，哎，吓我一跳，10斤粮票还不是大事儿，那没有你吃什么呀？那。 他给了我，他吃什么呀？我老姐夫说呀，他成天老坐着，吃的不多，不像你成天老出去跑，消耗大。说以前啊老在一起不觉着，现在分开单过，就不够吃了呗。吴姐，我觉着你对不起我老姐夫，你伤他了，是不是？我问你是不是呢？你还小，有些事儿啊，和你说不明白。 还有点事儿，得回去了。你坐着，马上就到吃饭的点儿了，我怎么能让你饿着肚子走呢？我这就去做饭啊。妈，您别动，我真是有事儿，文物方面的事儿。你撒谎都不会，我坐在家里都知道，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文物方面的事儿啊？也不能算是对您撒谎，真是到点儿了，我先回去。 过两天我再来看你。你非走？我知道，你是怕家里粮票不够用，不敢留下来吃饭。这儿子大老远的来看我，我这当妈的连口热汤面都端不出来。 是。